另外，今日讨论的议题是闹热滚滚的宗教绕境活动是台湾特有的文化，不过延伸的噪音、粪扫、空污跟交通安全的问题，所以被少民众真无奈，感觉生活受到影响。嘉义市议会今仔日议程都有真侪位议员来呼吁环节单位应该正视问题，进行更多规范。议员地公方建建议市府制定宗教绕境自治条例，彻底解决因为宗教的问题所延伸的乱象。三月小妈祖是台湾宗教界一年一度的盛事，彰显着文化软实力，更为地方带来不少的经济收益。不过，伫咧台湾，其实一年透冬，要紧是坐甲算未了，延伸出来的噪音、粪扫、空气污染，还有交通安全的问题，让不少的民众拢感觉真无奈，只好向议员顶嘴。你讲伊嘛吼，到点过，伊讲伊嘛，十一点过吼，中华桥吼，不管是透过电话还是透过手机。哦、跟我联系的，就是讲迄个所在相差，诶，民众来我面前，全部差不多四五块。那后来没有办法，我当天我就到了现场，马上去看。去看的时候发现说，诶，不一样。那怎样的时阵吼，诶，引达迄个声，诶，注意嘛，迄个声吼，要我引起嘛。哦，安尼吼，附近的道路吼，嘛差不多拢封路啊啦，吼，十一点的时阵嘛差不多拢封路啊，迄车根本拢无倒过啊。土下粪扫是一堆啊！咱爱来规划，发当时放伫底放，等你申请的时，你都爱来规划好不好？而且哦，阮台互你听一下，暗时已经12点左右，伫咱的粪水乡亲那的话，好啊，我去会收到的。民众听见要警告三更半暝炮瓦声实在上大声，环节单位依法开罚单裁罚，却因为现行的法令规定，最后嘛只会当是轻轻放下，实际的效果有限。议员主张制定着宗教要警自治条例来进行规范。依现行的法规来讲的话，哈，而上当呢，应该就是套管制条例里面3到15万的，通常也是8-3万，那如果第一百，那万多了以后，那如果无信号，那第一百8万，可能就是3万块嘞。啊，我们咱讲就是说，怎样就讲，连今年都来电吼，那当然是因为宗教绕境，然后被开罚到这个3万块的。就你所知啊，哈，我估计未来以来啊，我们朝向看我们是不是用一个自治条例的方式。好，我们嘉义市自己来订定这个宗教绕境这个管制的这个自治条例的方式哈，我们来迈进这个部分哈。我想我们站在我们宗教司庙主导机关，我想最根本的方法是观念的改变。我想一个观念的改变，比他才华哈，才华只是治标，观念的改变才能治本。所以说呢，我们会加强宣导，然后呢加强劝导。我想这个才是最主要。大财阀呢是最后不得已的一个手段，那这个宣导跟劝导的部分我们会加强。宗教绕境活动过去时常因为参与绕境的寺庙团体和一般的民众所保持的立场无同款，和管理环节单位夹伫咧中真歹做代志。现在议员希望会当透过推动立法，和公部门的执法有所依据，才有法度彻底来解决因为宗教绕境活动所衍生出来各项的争议，嘛袂枉费着绕境活动希望推动台湾宗教文化的一番美意。最新新闻，中国平王小三加二七彩虹报道。